美国搞怪女王女神卡卡破壳出席格莱美奖。女神卡卡是今年格莱美奖的焦点，入场方式可以说是石破天惊。卡卡在蛋里孵了3个小时，只用黑莓机联络外界。卡卡演唱了新单曲《天生如此》，许多人却认为似乎抄袭娜姐马丹娜的表现自我。卡卡创意十足，是位改变天后。她未来还会有哪些惊人之举？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？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.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.